好的，那么今天呢，来到2016 Computex 的活动摊位现场，这个摊位呢就是色卡斯的摊位。那么在今年2016年呢，色卡斯也准备了两款不一样的 NAS 要来跟各位来做介绍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Andy 来帮我们这个介绍。你好，那我想今年的电脑展呢，我们这边呢特别带来了两套 OK 我们最新的系统。那这两套系统呢，基本上呢都是使用 Intel 最新的处理器所做出来的一个产品。那第一款这边呢，看到的是两倍的产品，事实上就可以装两颗硬碟。那基本上用的是呢 Intel Braswell 的平台。那这边呢是五倍的产品，那用的是 Intel 呢Bakewell 的平台。那我想这两台产品的特色基本上就是说，它都可以做 HDMI 部分的输出。那所以说呢，存在系统里面所有的影音资料，包括video 也好 ，photo 也好，或者是照片也好，都可以透过整个电视部分的输出，直接呢就播放在电视上面。那另外在我们这台五倍的机器上面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是业界呢唯一呢内建一个 mini UPS 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呢，这样的保护呢，可以让系统呢在突然遇到电源断电的情况之下，可以让整个系统里面资料呢得到最完善的一个保护。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我们这两套系统目前搭载的是最新的一个华富科技里面的 OS 7.0 的作业系统。那这个作业系统呢，提供了最现代化的一个使用者界面。那同时呢，里面的内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应用程式，那可以让使用者呢透过线上的方式呢做下载的动作，那依据其所需要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功能呢去做安装跟使用的一个动作。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这边除了可以做这些影音部分的一个内容，也可以做一些BT 部分的下载，可以做储存。那针对一些比较属于居家环境部分的一个security 部分的动作，一些安全上的处理，我们也有 APP 部分的可以安装它的一个 third party 的 app 去做一些比较属于保护性部分的处理方式。OK， 我想这是我们今年在电脑展里面呢特别提到两套系统。好，那想问一下 Andy， 像我们现在看到旁边这个大荧幕上面所播放的这个画面呢，就是透过我们的 NAS 系统这边直接播放出来的吗？对，这部分就是我们在内建的 HDMI 上面呢，直接呢连接到电视上面，可以针对里面的内容做播放的一个动作。是，而且刚刚您有提到，我们这个是采用 Intel 最新的 Atom 的处理器，所以它是不是也已经支援了现在大家都很夯的，就是以前大家都说 Full HD 就可以了，但现在我们要 4K 画质，那它有支援 4K 吗？对，它有支援 4K， 因为现在新的 Intel Playphone里面的内建的 4K 的一个 transcoding 部分的 engine， 所以它在播放的部分的话呢，可以得到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解析度部分的一个效果。好的，那 Andy 刚刚其实你有提到我们这个五倍的这个 NAS 呢，它是有内建 mini UPS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但就我所知，我们 UPS 的模组都蛮大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接，对不对？那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OK，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五倍的产品上面呢，我想因为比较属于一般的一个 SMB 部分的使用者，所以里面的存放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那所以说我们除了在这五倍的机器上面呢可以做到 RAID 5 RAID 6 之外，为了保护整个资料部分呢不会因为一些好比说天然的意外灾害啦，一些突然的断电啦，造成整个系统部分的电力损失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研发了 OK 透过系统内部呢可以安装一个 UPS 的一个情境之下，做了一个内存式的一个 mini UPS。 那我想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说让整个 UPS 呢跟系统呢变成一体部分的一个装置的方式，那让整个系统呢可以呢在非常适切的管理情况之下呢，把这台系统呢得到一个最好的保护。不管是任何情境之下，当电源突然之间断电的情况之下，整个系统部分的保护机制呢就会启动，那让整个系统呢可以在非常正常而且安全的情况之下呢，把系统机器呢做正常的 shutdown 的一个动作，那保护到整个里面资料部分的一个结构，不会因为这个意外的情况造成整个资料部分的损毁跟损坏。所以我想这个 mini UPS 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那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功能给一般的一个使用者，给一般的企业用户呢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跟一个加强上的一个保证的一个作用。谢谢大家。好，谢谢 Andy。 那么这一次呢在我们的 Computex 的展区呢，我们色卡斯的摊位除了有展示这些我们消费者可以来使用的消费的机种之外呢，其实我们有这个在现场展示出我们的商业的机种，那么在现场一样都可以看到，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色卡斯的摊位实际来看看咯。